就嚟到圣诞节啦，今集咧会介绍可以带狗狗去影相嘅圣诞打卡地方。咁又好么咧？地下室外咧有几间餐厅系可以带狗狗嘅？呢间 Green Ruffin 系咪叫做？ 其實都可以帶狗仔嘅，不過咧，狗車就要放喺界線嘅外面。但因為 Coffee 唔肯坐狗車㗎，一定要手抱或者係坐凳，總之黐實啦。所以咧，最後我哋就揀咗佢隔離呢一間西餐。 會係冇酒精嘅啤酒啊！ 你想唔想去买少少嘅零食啊？定还是想买30几蚊嗰啲少少嘅食物啊？狗仔嘅食物好唔好啊？扶手电梯上一楼就见到啦，好靓噶呢度。 呢个就系玻璃圣诞树啦。 Of holly, holly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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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. 'Tis the season to be jolly, holly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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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. Don we now our gay apparel, holly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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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. Troll the ancient Yuletide carol, holly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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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. 而家去买 Yoho Mall 二期嘅中庭。 记得去买一期嘅地下园林啊，好靓噶呢度。 Together.